好，我们来上下第三课啊。这个第三课，我们上节课有教到说怎么样读 data 嘛，然后读完 data 之后要做这个 merge。那 merge 这个函数它厉害是厉害在说，我可以左右合并，根据某一个 index 左右合并。所以上节课我们可以把不同小学、不同时间段的这个 data 把它合并起来嘛，对不对？可是啊，那个我们毕竟还使用的还是使用函数，那使用函数并没有什么，这个跟学程式语言是不一样的。学程式语言是即使没有这个函数，我们一样要做到。所以在今天的课程我们会教大家处理一些资料，并且啊，处理这个资料可能是没有函数可以用的，所以我们要试着根据我们的逻辑把程式写出来，这样子，这个才开始叫写程式这样。所以这节课会稍微难一点啊，这个大家稍微就是要跟上脚步，这样好。好，首先就是范例资料下载完之后，我们要把档案读进来嘛。那读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在 RStudio 里面透过这个方式把它读进来。那我把它放在 Lesson 3里面。注意一下，这个档案通都是英文，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应该都可以读进来。哎，读不进来，找不到。哎，为什么的 Lesson 3里面都是哎呀，我原来我开错了。好，Lesson 3。好，读进来以后，你发现这个档案是什么档案？这个档案是描述说，我有某一个人啊，这个人他读成他有这个某一个疾病，这个人又有什么疾病？这个人又有什么疾病？那人会不会重复？会，疾病会不会重复？会。总共有四种疾病，这四种疾病分别是 CKD、Depression、DM 跟 Hypertension。那我希望我可以把这样的档案转换成这个档案的格式。这个档案格式我才有办法分析嘛，对不对？我希望看到是 A 有 CKD 有 depression 有 DM 有 hypertension，B 有 CKD 有 depression 有 DM 没有 hypertension。我希望把上面这种资料格式转换成下面这种资料格式。好，这样有了解我们的目标吗？可以吧？可以了解我们目标吼。好，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做？好，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面对比较复杂的案例啊。在此之前，我们都想，我们如果你现在脑袋里面想到是有什么函数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实际上应该是没有。你现在要思考的是，我们在这一节课以前教到的函数总量不超过20个，对吧？我们现在要用这么有限的函数，我不会教新东西哦，我这节课不会教新的函数。我们要怎么用现有的函数把刚刚的事情做完？这就是我们要写程式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克服的东西。你学过哪些函数呢？我可以先跟各位做一个提示，我现在写下来这些东西，点点点除外，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到的函数，不会再多了。你只会用到 length，还会多一些啦，好不好？length、levels。还有一些索引函数，还有回圈，回圈最重要的。剩下你觉得还会用哪些东西来做呢？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们要从这个 data 转成这一个 data，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头绪？不过至少有个头绩吧。如果问你说，这一笔 data，它是一个矩阵嘛，对不对？这是一个矩阵，这个矩阵的 number of row 跟 number of column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那请问是多少呢？你就会说 number of column 那不就是五吗？对不对？那 number of row 是什么？是不是个案数？有几个个案就有几个 number of row，这样可以理解吗？那 number of column 就是我有几个。我几个疾病加上 ID 嘛，可以吗？好，所以
首先你要确定，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要知道有几个疾病，我要怎么获得？哎，这里不是有这个吗？这里不是有 disease 这个东西吗？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 class，它是一个因子，对不对？因子是不是可以使用 levels 这个函数？哎，它是不是告诉我这个因子向量只有四个 level？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在我的 data 里面，疾病总共就四种，可以接受吗？那另外一个人数在哪里呢？人数是不是也在这里？这个是所有人的名字，对吧？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ID 它也是个 factor。那如果你发现它不是 factor，你就把它 as factor 就解决了，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来继续想一下。现在大家要跟的是我的思考过程哦，不是在跟我的程式码。事实上，我根本没有打多少程式码。很幸运的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两个变量就已经都是因子向量了。如果你一开始发现不是的话，你需要这两行去处理它，这样懂吗？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用函数 levels 啦。levels 这个函数很好用嘛，我们就可以把 levels sample 把它叫出来。这样这个 levels sample 是不是就是所有我们病人的 ID？可以吗？可以接受哈。好，接着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n 点 sample 把它拉出来？n 点 sample 是什么呢？就是总共几个人嘛。那用什么函数？是不是用 length 就可以做了？注意，我没有用其他额外的函数哦。我是不是只有用 levels、length 两个函数？我们看 n 点 sample 总共几个人？24个人。好，接着 levels disease 是不是同样的？我可以获得总共几个疾病？总共有四个疾，四种，四种，分别是这四种。然后 n disease 就是。四，这样可以吧？我现在在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注意我的思考逻辑哦。我希望把这个 data 转换成这个 data。这个 data 我要转过来之前，我首先要确认什么事？它是一个几乘几的矩阵？我总要知道我的目标吧？那它是一个几乘几呢？n 个 case，n 个 variable。n 个 case 就是24个 case，m 个 variable 就是四加一个 variable，这样可以吧？有了这个 idea 之后，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 matrix 了，这个叫 new data。这个 new data 是一个新的 matrix，里面我都填零，没有关系，我现在填什么都不重要，我等一下再一格一格把它填到正确的数字就好了。接着 number of row 就是 number of sample。Number of column 就是 number of disease 加一，为什么要加？因为有个 ID 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产生了这个 new data 之后，它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像离我们目标还很远嘛，对不对？那我们来做一下后面的处理。Column length 这是又是一个新的函数，对不对？我们这一串指令总共花了多少函数？来，head 不算嘛，对不对？一个、两个、三个，这个不算嘛？四个、五个。现在就只用到第五个函数嘛，对不对？好，levels disease 跟 ID 把它合起来。当我们这样写了之后，我们再看一次 new data，你会发现它的 column 已经被改变了，可以接受吗？好，我们继续哦。接着我们要填入 ID 嘛，ID 是不是 levels sample？注意哦，我们在做的每一步，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刚刚做的那步是在做什么。我们首先要先填入第一个 column，怎么填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level sample 这样子填？填完之后你看一下哦，它是不是 A B C D？哎，是不是人名就填上去了？可以理解知道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利用索引函数填东西，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吧？好，我们继续。填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是一格一格要填这些东西嘛，对不对？那在填这个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节课在做重复资料监测的时候，我们有用过一个函数叫 percent in percent。
percent 它的用法是什么？想要确认左边的东西有没有出现在右边。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i 等于一 ，i 等于一就是我们现在要写回圈嘛，显然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做，所以我们先从 i 等于一开始。i 等于一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刚刚 data 是全部人嘛，这是所有的人，对不对 ？i 等于一，我是不是从第一个人开始做起？第一个人是谁？第一个人是不是就是 levels of samples 里面的第一个？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level sample， 然后哦，现在我还没有令 i 等于多少？Level sample i， 这样我是不是把 a 叫出来了？这样可以吗？这样它就跟着回圈跑了。我希望这个 data， 请只给我秀出 id 等于 a 的 ，id 等于 a 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这是我在利用索引函数，对不对？这样子，我就可以产生出 a 跟 a 有关的 disease 有哪些。这样可以啦。知道这一行我在做什么吗？好，接着，好，那因为我们只对其中疾病的部分有兴趣，所以我们其实并不需要这个 ID 这个 column， 我们只需要第二 column disease， 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给2，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第一个人所有的 disease， 可以接受吧？好，接着，我们只要使用 levels disease percent in percent。后面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现在他有什么疾病，我就看看这些疾病有没有出现在后面。这些是所有的疾病，对吧 ？Levels disease 是所有的疾病，有没有出现在个人的疾病里面？他就会回传给我一串 true 跟 false 的序列。如果是 true， 代表 A 四个疾病都有；如果是 true，false， 那就代表前三个疾病有，后面那个没有。所以有了这个答案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填入矩阵的第一列？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填入矩阵的第一栏？第一个 row。那第一个 column 不要填，因为第一 column 是 ID 嘛，对不对？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把它填进去？来，我们现在填过去，我们来看，再看这 new data， 它是不是被我填上去了？可以接受吧？注意我的逻辑是怎么下来的，我一步一步在做什么，我脑袋里面非常的清楚哦。我先产生一个目标的资料矩阵，先把能填的全部填完 ，ID 可以填嘛？接着一行一行填，一行一行填，我再做一次 i 等于二，再做一次，我们再看一次 new data， 是不是第二个 column 也被我填完了？可以接受吗？好，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应用我的回圈了？回圈怎么做呢 ？For i in 一到多少 number of sample， 好吧，这一行填过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run？ 好，是不是全部都做完了？这样懂意思了吗？哦，原来这是练习题哦。那好了，不管了，我回圈的部分是要让你们做练习的。那没关系，你们要做出来，这样可以吗？但是做完这个之后，我还准备了一个练习题。做完这个之后，我们来想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比较难一点的题目。这个 data 是这个疾病有几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每一个人最多有三个疾病。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那我希望把它转成刚刚那种格式，哪一种格式呢？也就是这个 ID 是谁，然后这边有很多 disease， 下面描述 true 跟 false 就好了，好不好？做完，我们现在等一下功课很简单，就是做完练习一之后，然后看一下练习二，然后我们预估大概预估5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把练习一做完，做完之后我们就来做练习二。那做练习二的时候，你应该就会遭遇一些困难。进度比较快的同学可以开始先做练习二，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先开始做，我们现在开始做。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题哦。第一题就是按照我刚刚那个做法就没有问题了。注意一下，我再重复一次刚刚的逻辑。我看还有一部分人第一题没有做出来。首先，答案读进来之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矩阵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目标矩阵希望它的 row 是 number of sample， 希望它 column
是一加上 number of disease， 所以我们要先试着想办法把 number of sample 跟 number of disease 把它求出来，透过 levels 跟 length 的组合，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求出来。接着填完 color length 之后，一行一行的，一个 row 一个 row 的去把所有的数值把它填进去。好，这是我们第一题的做法。好，我们现在第二题的部分，我们先来稍微 demo 一下。我看到第二题所有人几乎都卡住了，就我看到你们在做第二题的人，我觉得方向都有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要怎么做。好，我们先把档案读进来。32。好，读进来之后，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发现了什么？总共有几个人？这好像比较简单嘛，反正就问卷编号 levels 这个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 number of sample 要怎么求，好不好 ？number of sample， levels 点 sample 等于 levels data。当你 run 了以后，你发现了什么？怎么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回答了？凯杰不要回答，没有意义啊。有没有人要回答了？我出了什么问题？好，我跟你们讲出了什么问题。它是一个 factor 啊，它不是一个 factor 才能用 levels 这个函数。它的 class 是什么？它的 class 是 integer， 所以说我需要先 as factor 才能 levels 啊。好，现在这就是所有人了，对吧？可以接受哦。好，那 number of sample 是不是就很好求了？好， number of sample 是77。好，下一个问题，总共有几种 disease， 这个是不是不太好处理？因为这个栏，第一个栏位也要看，第二个栏位也要看，第三个栏位也要看，对不对？那要怎么处理呢？我知道，我刚刚看到有些人就直接这样子 ，levels disease 1等于 levels， 然后 data 2。好，这样他是不是获得了一些 disease 啊？这是某些 disease 嘛，对不对？然后在 disease 2又获得了一些 disease， 但里面好像有重复的。对，主要气喘这里有，这里也有，我要怎么样把它给消掉呢？气喘应该一个就好了啊。事实上它不会重复，这样知道吗？那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们最后是要用 factor 这个向量，并且我们要用 levels 跟 length， 对吧？所以我要怎么样合并第二个 column 跟第三个 column？ 我要怎么合并成同个向量？我要怎么把两个向量合并成同个向量？这个有印象吗？用 C 这个函数。C 这个函数是不是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就有说它可以合并不同的向量？合并了之后发现好像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合并出数字？因为 factor 在合并的时候， factor 本来是整数形态啊，它合并的过程本来就会变数字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并不想要合并数字形态的 factor 哦，我希望合并的是文字形态的。这样子是不是才是我要的？
这个是 total disease， 这样可以吧？这个才是我要的所有的 disease。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现在就可以一样再做一次 levels disease。aspect 一样要 aspect 之后才可以用 levels 对吧？这样我是不是就除了 levels disease 总共52种？当然第一个不是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删掉。那剩下 length level of disease 是不是就 number of disease？ 好，这样做完以后，我是不是就有 number of disease， 也有这个也有 number of sample 了？所以现在我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 new data 等于 matrix 0 number of row 等于 n 点 sample number of column 等于 n 点 disease 加一。好，在 level of disease 里面的第一项，我们应该是想要把它删除了，这样可以吗？怎么把它删除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上个负一，用索引函数，不要第一个。好，这样子的话，我的 number of disease 是不是就是 51？ number of sample 是不是就是 77？ 我现在产生一个新的 new data， 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好，我们从这里继续，好不好？做练习二的人从这里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后面要怎么做。好，刚刚我看到基本上如果按照刚刚我看到已经有人几乎完成了，这但是缺了一小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开始呢？我们一开始写回圈显然不现实的，我们应该是 i 等于1开始嘛，对不对？ i 等于1的话，首先我是不是要把 sub data 把它抓出来？ sub data 怎么抓呢？ data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 等于 levels 点 sample 第 i 个，对吧？这样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第一个人的 disease 嘛，对不对？第一个人 disease 我这里可以给什么？我这里是不是给负一？因为第一个 column 问卷编号我不要啊，问卷编号我不要嘛。好，我们按 run， 这是不是我们全部的 disease？ 好，现在有问题，我先按 percent levels disease， 以这个人来讲。他当然回答我都是 false 啊，毕竟他一个疾病都没有得嘛，对不对？好，可是啊 ，i 等于2 i 等于2这个人他是有病的哦，高血压、C 肝，对吧？我们如果打 levels disease， 哎，为什么通通都是 false 啊？怪怪的，对不对？为什么？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什么格式？这个东西是 data frame， 这东西不是向量啊！这东西不是向量，懂吗？这东西不是向量，那要怎么解决嘞？哦，我们可不可以用 Jet S？这样是不是强迫它变向量？好像不理想哎，对不对？为什么不理想？老样子，因为你原始的那个格式是 factor， 对不对？原始的那个在 data frame 那个 column 是 factor， 对吧？ factor 合并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会变整数，对不对？所以其实啊，这一题的关键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一题的关键在，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应该强迫第二个 column 就要等于 s， 我应该把它转成文字啊。你们发现搞了半天都是 factor 这个讨厌的东西在，它有时候很好用，有时候不好用。好，如果一开始就把 data 的第二个就是 disease 通都改文字，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差别啊。可是注意一下啊，这里是不是就不需要转变成文字了？这里不需要转变成文字，对不对？我把它 delete 掉。
好，这里就不需要转变文字了，对不对？而且出来的 number of disease 也是正确的，51，对吧？因为我在这里已经把它变成文字啦、啊。那在这里呢？在这里你再看哦，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对不对？哎，是不是就正确了？这样懂意思了吗？那这样子我这一行是不是就有正确的地方是 true， 剩下的地方是 false 了？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结果把它存到 new data 负一 i 对吧？可以吗？然后刚忘了讲 new data 的第一个 column 要填入 levels sample。还有 color names， 要等于 ID， 再加上 levels disease。好，我们就以这个为开始，基本上我觉得到这一步应该你们应该是会做了，好不好？这是填第二个人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一题做完。好，各位同学可能会觉得今天受到了一些冲击啊，就是好像脑袋有点混乱，不知道要怎么继续这样子。其实到这一步哦，离终点已经很近了，我就是要把回圈做完嘛。For I in 一到多少 number of sample。我把这一行把它放上来，全部执行，这个 new data 就是我要的答案。我们来检查一下好了，第三个人有 C 杆，有肾结，有 C 杆，有肾结石。好，第三个人有 C 肝有肾结石，对，这是对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 data 好不好？哎，有 C 肝有肾结石，这样可以吗？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要把 data 做转换，就是主要我们再回到刚刚最开始这个问题来，我们要把这样的 data 转换成这样的 data。转换 data 的格式是我们做分析前最重要的步骤，把任意格式的 data 转换成我们的目标格式。我们对目标格式一定要有一些想象，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并且一个洞一个洞的去把它填满，这样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要的重点。好，我们来继续今天比较困难的这个第二小节。这个第二小节它的重点是这次我们要做什么？来。这次我们遇到了 patient 有很多，这个是我们医院真实的资料哦。这个除了病人的名称我把它拿掉以外，这是我们医院真实的资料。而这个医院的资料通都是长成这副德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某某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做了什么检查 value 是多少。某某人在什么时间点，人会不会重复？会。时间会不会重复？时间不太会重复，但重复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这种资料，这个是医院储存的格式。可是如果我们 for study 了，这个格式可不可以用？这个是不能用啊！我们要转成什么样子可以用？我们要转成某某人某某时间点，没有就 NA 没关系。有的话，我就要说哦，他的 creatinine 多少？他的磷是多少？钠是多少？钙是多少？每一个 value 是多少？这样懂吗？这个才是我们分析的时候使用的格式，对吧？我们要从上面转换成下面，好，非常的困难，用想用看的就觉得很难，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好不好？我们来试看一下要怎么做。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思考时间好了。
就是大家觉得我们要怎么做，或者我们的如果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第一步应该产生一个空的矩阵嘛，可以接受吗？产生一个空的矩阵，我们再一格一格填嘛，对不对？而空的矩阵的 number of colon 是多少？有几个生化值就 number of colon 就是多少嘛，对不对？顶多再加2嘛，因为第一个是 patient number， 第二个是 collect date 嘛，对不对？那 number of row 是多少啊？哎，这个计算 number of row 这个就有意思咯，因为它不是 patient 的数目，对不对？它是时间的数目吗？好像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同样8点9分，很有可能 A 病人也有送单， B 病人也有送单啊。所以它是，我首先要先计算出每一个病人他有多少笔时间，然后我再把10个病人的多少笔时间把它加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听起来有点难，对不对？懂意思了吗？好像事情是有点复杂的哦。所以其实这样有点太复杂了，所以我们先这样想好了。我们有没有办法一个病人做一次，一个病人做一个 data？ 那我们至少先做一个病人一个 data 嘛，对不对？事实上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有教到一个函数，只是我还没用过它而已，叫做 arbind。 是什么呢？我说就像 Excel 这样子一个一个把它贴上去，我是不是可以一个病人做完之后我就把它贴到 Excel 上面，再一个病人做完之后我再往下贴，再一个病人之后再往上贴，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流程来做？当你想通了以后你就知道其实我可以先做一个病人，因为如果我先做一个病人，这样子 number of 那个 collect data 的 levels 就是我总共所有的时间数目，这样可以接受齁？好，首先我们先取得这份病人的基本资料 levels test name。好，这是第三笔资料，读进来了以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data 长什么样子。好，就长这个样子。首先我们先把 levels test name 把它抓出来。 levels test name 总共有几个呢？总共也不是很多，就24个而已，这样可以接受齁？好，那所以我们的 number of color 已经知道了，可是 number of row 还不知道嘛，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可是Number of row 不知道，我们总要知道，刚刚说如果要一直贴的话，我们总要知道 patient 有几个吧，对不对？ patient 是更上一层的 index 哦，每一个 patient 要做出一个独立的小表，我们再把这些小表把它合并，所以我们一样要知道总共有几个 patient。 知道总共有几个 patient 之后，我们同样要有 number of patient。好，这里我们需要这个 n 点 test name。 这样全部做完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总共有几个生化指标，24个，几个 patient 的10个，这样可以吗？可是按照我们刚刚的流程， patient 并不是我们的 base， 对不对？我们的 basic unit 应该是时间，某一个病人的时间，这才是我们的 basic unit，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先把，但是我们总要先把第一个病人的 data 把它切割出来吧，所以我们先 i 等于 1， 我们先把整个 data 里面属于第一个病人的我们先把它叫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 sub data， 这个 sub data 就是一个子资料集哦。我们现在来按 run， 我们发现这个 sub data 里面就只有175这一个病人的所有数字，这样可以理解哦，知道我在干嘛哦，要follow 我的思考哦，好不好？有了 sub data 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我是不是这个时候时间就是我的这个基本单位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样 levels 时间，然后来看一下？哎 ，levels 时间完之后，你发现好像有点多哎，1532，它有1532个时间点哦。不是很合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总共只有509笔资料，结果它却有
532笔时间资料。这是为什么？这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个 factor 这个东西原始的大档案 data， 它在 subdata 的过程中，它会保留 factor 的 index，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单一病人的时间点，这个是全部病人的时间点。注意一下，又是格式转换的错，对不对？一样，我们要先把它先转换成文字，再转换成 level， 这样可以吗？哎，再把它转换成 factor。注意哦 ，factor 这个东西很好用，但是它是一个双面刃，因为它的格式并不稳定，它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它会变数字，它有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元素在里面，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要怎么处理？首先，我们要先把它转成向量，再把 as factor。这样子的话，我们得到了 correct date， 哎，这就比较正常， 132， 这样可以吗？先把它转换成文字，再把它转回 factor。这样子的过程中，在第一步，我会把它原始的 level 通都洗掉。洗掉了以后，我这个时候在 as factor， 这个时候我产生了就会有一个新的 levels， 新的对照表出来。这样知道吗？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产生一个 submatrix 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的 data 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 data 应该长成什么样子。这是第一个人的 data， 第一个人的 data 我就可以产生一个 submatrix， 它的 number of row 等于 number of collect date， number of column 等于 number of test name 加上2。为什么要加 2？ 因为前面我们要放 patient number 跟 collect date， 对吧？好，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产生一个可以让我填数字的 submatrix？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填数字吗？可以接受吗？好，接着，哎，那我第一个 column 是不是填上某一个病人？这个就是第一个病人嘛，第 i 个病人。第二个 column， 我是不是可以填上 levels collect date？ 看到了吗？这个病人什么时间点？这个基本的格式已经被我填完了。现在下一步是我想要一个一个填，想看看它是什么数字在哪里，我就把它填上去。这样可以吗？填数字跟刚刚比起来差别在哪里？刚刚我是不是用 percent in percent， 我就可以全部做完了？填数字似乎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要把真实的值放上去嘛，对不对？刚刚 percent percent in percent， 我只要填 true 跟 false， 这个很简单嘛。好，所以怎么填数字呢？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填完之后，我现在就可以开始一个 J 回圈了。因为 I 回圈我刚刚用过了，对不对？我现在可以产生一个 J 回圈，我要把某一个时间点的 data 把它抓出来。刚刚是 sub data， 现在就是 sub sub data， 这样知道了吗？现在 sub sub data 是不是就是？第一个人第一个时间点所有的资料，第一个人第一个时间点所有的资料哦，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怎么利用 sub sub data 来填数字呢？首先，当然我是要找出 IP 在哪里， IP 是第几个 column， 找到了以后，我就可以把 4.3 填到第 J 一个栏位上。注意哦，为什么要是 J？ 因为 sub sub data 是跟着 J 跑的。这样知道吧？好，那我们现在再产生一个 K 好了。这个 K 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这个 sub sub data 总共这个数目也是不等长的啊，每一个单子它所测的生化值也是不一定数目的，对不对？所以我再产生一个 K 回圈， K 等于一 sub data 第 K 个第三个，它的这个 name 是不是就是我的？这个生化值名称，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是我的生化值名称哦。那我的 value 是多少？我的 value 是不是就是第四个这个数字？好，那我到底 IP 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用 which 这个函数， which 这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 names， 这个 names 就是我的 IP 嘛，它在 level of test name的里面的第几个，我这样问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是第11个。但是因为我前两个 column 分别是 patient number
跟 collect date 对吧？所以说我需要加二，所以 position 是第十三个，也就是我们的 IP， 我们来现在来数一下我们的 submatrix， 第十三个是不是就是 IP？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 ，IP 对吧？可以接受，所以说我们没有用错，对不对？我们现在的 position 就是我们要填入的数字，填在哪里呢？再看这 submatrix， 我们用 head 来看，是不是填在第 J 个 row 第十三个 column？ 为什么是第 J 个 row？ 因为我们现在是第 J 个时间点，对吧？所以第 J 个 row 第十三个 column 怎么描述呢？ submatrix 第 J 个 row。然后在 position 这一个 column， 现在这个数字是 NA， 我们要把它填入哪一个数字？把它填入 sub sub data 里面的第 K 个 row 第四个 column， 这样可以了。第四个 column 就是我要的 value， 对吧？好，我现在把全部重做一次，你会看到现在我的 submatrix。在 IP 的部分是不是已经被填上数字了？可以接受齁。好，我们现在来，那写到这个份上好像问题也解决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把 K 打包成一个 K 回圈嘛，对不对？我们把 K 打包成 K 回圈，怎么打包呢？我们用这里写好了， for K in 一到多少，应该是跟我们 sub sub data 的 number of row 有关嘛，对不对？ number of row， 然后我们把下面这些程式码通通放进来，再执行一次好不好？全部执行一次，你会看到 submatrix， 看到了吗？那也被填进去了，盖也被填进去了， IP 已经被填了， criterion 也被填进去了，是不是跟我们的Subdata 数值一模一样， 4.3 7.3 8.7 138。 好， K 回圈做完之后，我是不是可以把 J 回圈也做一个合并？ J 回圈所需要的范围是什么？是不是这边全部都是 J 回圈？所以我们是回圈里面有回圈， loop in loop。 好，我们来现在来做 for J in 一到多少，J 回圈是不是跟时间有关，跟 number of collect date 有关，这样可以吗？你现在脑袋如果不清楚的话，回去好好想一下我一步一步做下来的逻辑是什么，全部把它贴上来，再做一次。好，现在我的 submatrix 每个时间点都填上了正确的数字，这样可以接受哦。这是 J 回圈，这样可以吗？ J 回圈，回圈里面有回圈。好，最后一步，我现在产生一笔 data 之后，我想要把 data 一笔一笔贴上去，因为这是某一个人的嘛，对不对？我想要把每一个人都贴到一个固定的 Excel 表，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怎么贴呢？来看一下，这个是 I 等于一开始嘛，完整的程式码是从 I 等于一开始到这里，但是这个 submatrix 在下一次会被洗掉，对不对？这下一次会被洗掉，所以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可以先产生一个 final data， 在 I 回圈的外面呢，注意在这里哦， final data 等于 none， none 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从来没有教过，简单来讲就是它现在什么都不是，它现在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如果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叫做 final data 等于 R by 的 final data， 我把 final data跟 submatrix 把它用 R by 的方式合并起来，并且把它存成 final data， 这样 final data 是不是新的东西？全部执行一次，你就会发现现在 final data 已经是一个资料表了，第一个人的资料表。好，到了这里为止，你就知道我们可以以 final data 为开始，
一个一个 submatrix 把它贴上去，所以是不是可以开始做 for 的 i 回圈呢？ i 回圈怎么做呢？来，把 i 等于1删掉， for i in 1到多少 n 点 page number 对吧，大括号，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复制到这里来。好，执行啊，注意执行，你可以按 source， 这么长的语法，你如果懒得弄，你可以如果懒得全部 highlight 再按 run， 你可以直接按 source。好，注意需要时间对吧？需要时间对吧？需要时间很正常，因为你总共有三层回圈，这件事情你相当于是用个机器工人帮你做，做很久是正常的。好，现在我们终于把 final data 做完了。现在我们 final data 里面的第一个 column 里面每一个 patient 都有，每一个时间点都有，不同时间点、不同病患、不同时间点的所有数值，我们通都有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可以分析的资料？这个就是 final 全部贴下来就可以做了。怎么写出档案呢？用 write 点 csv， 你可以试一下。我在这里示范一下好了，毕竟有一些同学好像跟不上。他可能要回去看影片。write 点 csv final 点 data， 然后我们想要把它就叫 test 点 csv 好了。然后na 我喜欢给 na 就是 na 我喜欢给它空格。然后这个rawness 我不要。然后我需要 quote。好，我先按 write 点 csv 之后，我们现在来看 test 点 csv 这个档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档案哦。哦，这个我的 encoding 错的，再做一次。做一件事情，因为我用的是 Linux server， 所以我的 encoding 跟 Windows 不符。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系统，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看到了吗？某某人某某时间点 credentialing 3.7 IP 4.3，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 data？ 我们稍微拉一下看一下，每个时间点什么数值是多少？我把这个看拉大，是不是这就是我要的 data？这样懂了吗？所以其实要整理资料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好，学到这里哦，原来我们的练习三是家庭作业啊。那没有关系，因为现在时间还早，我们先把这个就是等于说大家先 run 过一次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再练习，我们把这个档案下来。不过这个档案下来，你如果开始做，你应该发现要做蛮久的。我们等一下再来揭秘。要做蛮久这件事情，正常的电脑可能要做半天才有办法做得完。我讲半天是12个小时哦，不是一个形容词，是大概要12到24小时才有办法把1000多个人 data 把它处理完。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大家现在露出很惊讶的表情，不要这样嘛，对不对？至少它是电脑做啊，不然你手工做，你知道这一笔 data 有多少笔吗？我来看一下这笔 data 有多少好了。好， 我把它读进来，我就知道有多少了。啊，数都数不清了， 算了，不想看了。有1000多个人啊，至少他是，反正至少他是这个电脑跑嘛，对不对？好，我们先把刚刚所有的步骤都重复一次，好不好？重复一次，我们今天课大概就上到这里。等一下我会稍微示范一下家庭作业要怎么做，但是实际要跑到结束这件事情请你回家做好不好。那家庭作业不需要教，我上课在这边跟大家讲过了。我们基本上反正你连来不来都无所谓了嘛，你不教也不会怎么样，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希望大家教了，好不好？没有必要，因为事实上你做完的那个档案你把这个档案复制给其他同学，那其实意思差不多嘛，
所以其实不需要教，这只是专单纯给你 for practice， 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吼，其实我们等一下再示范练习二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学了那么多，学到什么？我们在处理资料的时候，函数是绝对够用的，我根本没有用到什么额外的函数，对吧？关键是什么？我要知道我的 outcome 是什么东西，我最终的 outcome 是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一个一个数字把它填进去？怎么填呢？想好之后用回圈来填，反正我回圈可以很多层嘛，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最大的重点。好，我先把电脑还给你们，你们先把前面到第二节第九个 part 的地方，把这个程式码执行完之后，把 final data 给做出来，并且如果你愿意的话，写出去看看。好，先这样子一下。